没换新的呢，今天太忙了，今天太忙，我先买个桌子去呢。注意干仗啊，小迷糊。你应该尊重奶奶，小迷糊，知道吗？小迷糊坐下，老爷教教你。你应该尊重奶奶，知道吗？小迷糊，啊，好孩子啊，啊，好孩子，尊重奶奶，那是奶奶，不能跟奶奶没大没小的。狗粮拍了有赠品吗？咱这帮狗粮没有赠品啊，兄弟们，现在没有赠品啊，因为咱家这个狗粮啊本身就特别便宜了。非常非常便宜了，13号和4号的区别，啊，13号和4号的区别没有啥区别呀，没有啥区别啊。4号连接是一瓶钙片和一瓶微量元素，它俩加一块总共是89米，兄弟们，啊，如果你要想单买的话，你排第13个链接，啊，你想单买的话，你排第13个链接，啊。小宝都出来了，桌子要买铁的，啥都得买铁的，咱家啥都得买铁的，桌子买铁的，就连我这个拖鞋呀，咱家这个沙发呀，都需要买铁的了。沙发已经坏了，兄弟们，那墙也脏了，沙发已经坏了。你看老四这块儿，这沙发已经废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沙发现在坏成这样。我跟你说，它已经停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它越坏，它越坏，知道吗？越坏，它越坏。沙发换了 N 套了。嗯，这会儿用吧，换别换了，那不换不行啊，那不换不行啊，你不换，他们躺着也不舒服呀。啊，他们躺着也不舒服呀，是不是？你家你出去就行了。狗粮，买那个多少斤？20斤，兄弟们，咱那狗粮是20斤的啊。狗狗非常愿意吃啊，那个狗粮啊。你家里狗狗比如我鼻子掉漆呀、啊，毛不好啊，不长肉啊，不愿意长肉啊，都可以吃咱家这个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这个狗粮，都可以吃啊。俺家你看俺家狗一个比一个胖啊，而且呢鼻子都不掉漆，兄弟们，咱家狗鼻子都不掉漆啊，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啊，高量的蛋白质啊，吃完之后狗狗愿意增肥，知道吗？小狗就剩一个了吗？那个小狗在那儿呢。